意跟法国如果餐桌学校，如果俾菜其他出现任何问题，佢同计时唔会暂停比赛，加油三位评判即场作出判决。请问在座各位有冇问题？如果冇问题，而家先请正方主辩发言，有四分钟嘅准备时嘅发言时间，准备请先看计时。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係聯合國轄下嘅組織，由5個常任理事國，即係中、俄、英、美、法同埋10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兩者嘅分別在於，常任理事國能夠永久連任，並且可以喺表決議案嘅時候行使否決權，而非常任理事國就喺每兩年經聯合國大會投票選出。而安理會主要透過經濟或者軍事手段，例如對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或者派出維和部隊，致力維護國際和平。在作出決定之前，安理會需要先進行表決，在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並且合共至少有9個理事國同意的情況下，相關行動或者決策才可以推行，意味著常任理事國可以憑一票否決權強行反對任何決策，凌駕安理會的整體決定。事實上，常任理事國利用否決權阻礙安理會推行重要政策的情況並不罕見。例如在2022年，安理會決議制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雖然有11個理事國贊成，但是就因為俄羅斯的一票否決，令到安理會無法推行工作。難怪馬來西亞、日本和阿根廷等國家都表決否決反對否決權，而前日本外務及防衛大臣海野太郎更加直言，當常任理事國利用否決權推翻國際多數意見，否決權應該被取消。因此要衡量辯題，就要看取消否決權能不能夠幫助安理會更加有效地執行它應該有的工作。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一、通過重要議案維護國際利益。安理會需要透過推行不同的政策以促進國際安全和平，因此透過投票表決得出各國共識進而推動政策非常重要。然而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可以凌駕國際共識否決任何議案。2021年，愛爾蘭和尼日利亞提出將氣候安全納入安理會工作範圍，幫助緩解氣候危機，得到12個理事國贊成，但是俄羅斯就以不希望安理會新增工作領域為由否決議案，最終令到相關的工作無法展開。所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托馬斯亦都批評俄羅斯否決議案的行動是阻礙緊安理會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行動。可見即使大多數國家支持議案，常任理事國都能夠否決議案，無助維護國際利益。相反，取消了否決權就可以令到安理會按照國際聲音進行維護國際工作，真正幫助不同國家。二、平衡內部權力，避免政治角力。安理會應該透過討論和投票獲取國際共識，維持國際穩定和安全。然而常任理事國利用否決權包庇盟友，令到安理會淪為政治角力的地方。2017年，敍利亞使用生化武器，令到很多人中毒和死亡，因此聯合國動議制裁敍利亞，議案亦都得到理事國的大比數支持，但是就因為中國和俄羅斯否決議案，最終無法推行。所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Nikki Haley 指出，俄羅斯和中國將敍利亞政權盟友的權益放在全球安全之上，會令到世界變得更加危險。可見到不常擁有否決權就能夠包庇盟友，令到安理會變成政治角力。正如亞太區域研究所特聘教授南文晴所言，常任理事國從自身利益出發，令到決策過程充滿政治色彩，忽略小國利益同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只有取消否決權，才能夠避免安理會變成互相包庇同埋政治角力的地方，維持國際間的穩定同埋和平。最後想問下友方，安理會的其他理事國意見是咪一啲都不重要？就算比常任理事國凌駕在安理會的整體決定都冇問題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友方話常任理事國會濫用否決權，但聯合國改革後使用否決權是要提供理由。
若然其他常任理事局認為不合理，就會召開大會再次投票決定議案能否通過。正以友方好在意嘅俄烏戰爭為例，即使俄羅斯否決吞併咗利茨克薩爾嘅地區議案，但其他理事局開大會之後再次投票，要求俄羅斯係停止非法吞併，並呼籲各國拒絕承認俄羅斯已經佔領咗烏克蘭嘅地區。因此，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都認同改革會使增加否決權嘅政治成本，確保咗佢嘅合理性，並唔係好似友方所謂嘅會濫用同埋聯合想做點就點。要衡量今日辯題成立與否，就要視乎取消咗否決權係咪有利聯合國以及各國成員嘅長遠發展。而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損害聯合國內部關係，影響各國合作。聯合國成立之際，正如友方方案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決策，然而這個方案在一年後就被否決了，因此原則上根本是無法平衡常任理事國和其他國家的權力分配。其一，常任理事國是二戰的勝利國；其二，80年來他們都提供了絕大部分的資源，單是美國已經支付了維和行動超過三成的開支。因此政治哲學家南西弗尼澤都認同，合情合理都無法去要求投放資源的勝利國和被扶持的戰敗國擁有同等的影響力。因此否決權在平衡各國的利益的工具，但有方無論政國取消了否決權後，會如何可以令到權力分配到各國都滿意呢？因此外交關係協會副主席伊蓮寧達都指出，一旦沒有否決權，常任理事國會與戰敗國小國平起平坐，沒人來不滿，令外部關係緊張，導致聯合國內部會分裂，不肯互相合作，是否聯合國最好的發展方向呢？第二，流失大國資源，阻礙議案推行。五個常任理事局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因此聯合國一直沿用了大國一致的原則，希望當所有大國一致同意議案的時候，可以促進了溝通和投放更多的資源下去，令議案更有效率、更順利地完成。而這點聯合國處理代務加易特夫都認同的。以維護行動聯海為例，在聯海訂立權為例，常任理事國投放了8億的資金，佔總額的40%。在4年間，在海地的綁架案減少了95%，可見五個合作國的效率。而否決權正正就是確保了議案可以同時獲得大國的支持的工具。若然取消了否決權，強制推行某國反對的議案，常任理事國就不會再有動力、由因去投資或資源，甚至會嘗試阻止了議案的推行。取消了否決權，強制取消了議案，在無支持、無資源，甚至是大國反對的情況，這麼大的阻力下，議案怎會有順利推行呢？又怎樣惠及各國呢？最後想問友方，取消了否決權後，怎樣平復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不滿，令到他們可以繼續源源投放更多的資源去扶持小國推動議案呢？多謝各位。上方主力的發言時間4分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因此是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發言。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打斷，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若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辯官應同。扣分，好像一分，如常發言，可自由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
維護國際和平。好啦，所以想問你啦，當佢今日係維護國際和平嘅時候，想問你，佢今日咧原來用咗反潮，其實要提出理由，點樣嘅理由先至合理啊？佢而家係，如果佢覺得，但係我覺得唔合理，佢有自己嘅所謂正確嘅理由，咁佢咪可以行先咯？有方法點樣先上？所以有方台原來都達唔到，只不過咧有方主咩出嚟同我哋講話，喂佢濫用要交出理由，乜嘢理由咧？點樣先至立？通通冇講。所以方台準則講唔過去啦。我而家再同你講啦，有敍利亞俾人打緊，俄羅斯為咗包庇自己朋友阿薩德，一拳否決咗人哋嘅人哋嘅意願。想問你咁樣，安理會有冇盡到自己維和嘅責任啊？安理會係有盡到維和嘅責任㗎，好似我所講喺俄烏戰爭，而佢都係做到反向作用，而佢係唔係？想問你哋有冇同學，究竟佢今日否決咗人哋嘅人哋譴責敍利亞嘅議案，點樣盡咗自己維和嘅責任啊？佢又推行咗佢所做嘅作用，但係其實佢所以有幫忙推行啲乜嘢作用？好啦，所以有幫忙咧呢點都交唔過去，所以可以見到嘅係有幫忙知道咧安理會要做到維和，但係喺否決權嘅制度底下咧，人道救援人道救援議案無法通過，氣候變化議案通通無法通過，安理會無法彰顯啦。所以第二條想問你啦，承唔承認聯合國要聽從大會嘅意見？聯合國佢係有聽從大會意見，佢係有去接受。有方同學咁，佢需唔需要聽從大會主流嘅意見？有啊，佢有去聽從過，但係佢都要。所以有方同學覺得用咗否決權之後，少數意見直接被接納嘅時候，係咪就等於聽咗多數人嘅意見？但係就算取消咗否決權，佢都會有少數服從多數嘅事情。咁你覺得會變？所以咧，有方台咧今日覺得咧，所以咧其實見到嘅係今日用咗否決權之後咧，佢哋就多謝各位。
哋而家只係維持緊世界更加和平，並唔係話會損害佢哋嘅利益，因為聯合國佢本身就已經會提供就可以幫助到佢哋喺貿易上或者其他之類上面嘅幫助啦。第二，有翻你第二個論點咧，就同我哋講就話啦，就會流失大國嘅資源啦，因為大國俾更多錢啦，所以佢哋就應該有更大嘅話事權啦。咁按照有方話，大國付出多就應該話語權就應該大嘅邏輯嘅話，咁係咪所有付出大嘅國家，佢哋都應該要做常任理事國咧，都應該要有否決權咧？睇翻2021年聯合國會費嘅主要承擔國，原來日本、德國俾嘅會費比三個常任理事國多啦，比英國、法國、俄羅斯都多喎。咁係咪佢哋就應該又要有否決權啊，擁有更大嘅話事權咧？即係其實有方今日咧就係覺得我哋而家要用錢去買一個否決權翻嚟，但係呢樣嘢又係咪真係聯合國嘅宗旨維持世界和平咧？其實唔係咯，其實而家呢樣嘢根本就唔係話維持緊世界和平，佢只係覺得我大國，因為可能如果我唔俾權力嘅話，佢就會惡啲，佢就會反抗我哋啦。咁但係佢就反抗我哋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否決權喺度嘅話，佢就會否決埋啲好嘅議案喎。咁對於各國又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對於世界係咪一個真係好和平嘅一樣嘢咧？即係其實呢樣嘢根本就係違反咗呢個聯合國嘅宗旨啦。最後回歸基本部，我哋會無言對世界同國家好重要，所以內部決策必須要以最符合大眾利益嘅方式嚟決定。但係現時五常反而無理否決一啲對國家好重要嘅議案，以中國同埋俄羅斯為例，喺2008年，由於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操控選舉，令到當地不斷發生暴力事件，而聯合國決議制裁穆加貝同佢嘅助手，得到九票大比數嘅支持啦。但係中國同俄羅斯咧無理否決議案，令到暴力事件不斷發生，令到更多嘅市民受到傷害。有方係咪覺得應該要留低否決權，等呢啲無理否決嘅情況不停出現，反而係對世界更加好咧？甚至其實美國佢而家都多次對於俄羅斯使用這個否決權表示到不滿啦。可見有否決權制度嘅存在，係會令到本身要互相合作嘅聯合國變到互相不滿、譴責嘅地方，係咪就有方想見到嘅狀況咧？多謝各位。
係有發表意見嘅機會，而且可以有較高政治風險嘅非程序性事項，好似維和行動、制裁同承認主權嘅議案，有能力撼動國際關係嘅五國，為咗減低開戰嘅機會，先會行使否決權，以和平安全為最大目標。呢點法國總統奧蘭德都認同。所以大家不認同五國做法，根據聯合國大會377號決議，歷史上其他成員國可以召開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佢都開過十次繞過否決權的方式，成功通過蘇聯否決咗嘅議案。所以世國唔只有話語權、意見會被重視，甚至有最終決定權。所以覺得有方冇咗否決權，大家各為鬼推。不用看大國一致的原則，甚至是聯合國實施制裁軍事行動，是否會增加各國分裂甚至開戰的風險呢？都是各位。他其實都話咧係取消否決權咧，係等。
15個國家自己去管咧，咁點樣係反映曬成個國家、成個國際意見咧？同埋咧，國際意見係咪又等於一定啱、一定係公義嘅一邊咧？有翻咧又同我哋講咗咧敍利亞例子，但原來咧今日有翻所講所有例子都係改革前嘅例子，所以到底可比同改革後之後嘅可比性喺邊咧？係咪即係代表其實而家佢唔敢講，係咪即係代表而家係有用咧？雖然文化研究科最注重嘅係小國利益，就話一定要取消否決權，但取消咗咪就等於公平咗咧？事實唔係，外交歷史學家維塔爾都指出，小國取態咧反而係會避免佢得咗一啲國際強權，因為佢哋需要大國去支持。所以就算你俾一人一票，人哋最後都跟住大國走嘅時候，係咪係就好似公平咗？但結果人哋都偏袒某一個國家嘅時候，公義得不到彰顯，你一係咧就行翻否決權，一係咧就好似歐盟咁，要所有人通過咧同意咧先通過。但德國總理都批評啦，原來歐盟呢個制度咧審核速度慢，就因為冇領導國家去帶領大家領取得共識，取消完咧情況冇好咗，甚至差咗時候，我方更加唔明點解下一個決策聯盟領導嘅方案會係利大於弊啦。有翻咧又話大國就係注重自己利益啫，但係我方唔明喎，有方認同啊小國家需要發展，咁點解佢哋唔會將自己利益擺前咧？更甚啊，有翻議判同我哋講話咧啲利益咧同唔同世界和平咧，但係咧作為出發點咧，但今日你將自己利益同世界和平做出發嘅時候，衝突喺邊度咧？有方冇解釋過，而小國咧往往為咗獲取資源，就會靠攏當前局勢較強大一方。大國咧都可以得到小國支持，但呢種模式係咪就代表一定係錯呢？更加重要係結果出嚟係咪能夠令到國家得到相應嘅對待啊嘛？即係廢除俄羅斯咁，一開始係被否決啊，但改革之後咧再次提出議案嘅時候咧，雖然俄羅斯都用咗否決權，但經過討論之後，193個國家真正好似你咁樣講話咧，反映國際意見嘅通過時候咧，俄羅斯否決權係唔成立噶，所以明顯有方選擇性忽視，佢行將利益同演義詞咧畫上等號，所以發展嘅方唔好再暗暗示聽啦。有方又話咧，我哋冇保障到小國嘅利益啊！但如果真係冇保障到嘅時候，今日我哋點解會選擇以一個否決權作為誘因，令班大國去願意扶持小國咧？不如你單靠啲小國自力更生，佢點樣自己去發展咧？反而有方先係真正俾佢利益嘅，係假如咧小國擁有一樣權力，佢哋需要付出更多資源嘅時候，小國本身發展都有人幫啊，佢邊度撥多批錢、撥多批軍隊出嚟幫你咧？但今日咧你唔幫嘅話，大國咪更加之不滿咯，冇咗本身獨特權力之餘咧，佢哋仲唔需要付出更多嘅時候，所以結果就證明我方開辯所講，一係大國減少資源，令計劃成效不彰；一係小國負擔變得更加重。唔通呢兩樣就係有方嘅願景咩？所以有方最後話濫用問題，但我方會問你係咪一個權力都唔可以有？有方答唔到。但按照方覺得咧，有權力就濫用的時候，係小國大國都唔可以話事咯，除非我方論證到小國必然會出現到濫用嘅問題。而有翻二副咧同你講咗啲咩？佢話唔明我哋建基於啲咩？我建基於我哋用方方面面解釋咗能力越大就越大啊嘛。即係多謝各位。意見啦，咁所以小國嘅意見需唔需要理會？唔係淨係睇大國意見啊，我方
佢咪就係聽到個否決權之後，佢唔佢嗰啲覺得個理由唔合理嘛，所以啲國家咪去去聽取佢哋意見咯。再者，今日點解小國家佢唔去參與，唔可以直接俾曬所有小國家，就因為佢哋會各司其職啊嘛。今日小國家佢哋通過係佢哋討論係啲咩咧？係啲譴責啦，佢係一啲譴責啦，共同設立目標呢啲唔需要付出咁大合唔需要付出咁多嘢嘅。一啲議案啊嘛，但今日大個討論係咩？原來係講制裁啦。你制裁可能分分鐘面臨住被反制裁嘅風險時候，小國點樣承擔呢啲風險？所以其實有方都已經承認咗啦，原來大會有否決權嘅時候，佢哋會以唔正常或者唔合理嘅原因嚟否決議案嘅時候，想問下否決權點解要存在嘅？點解唔正常嘅原因？咁有方不如同我解釋咩合理原因？嗱，俾個例子你啊，如果北韓今日發射導彈炸到其他國家，佢同你哋講咧就話。所以啲國家咪會去否決呢個否決權咯。咁咩先叫合理嘅解釋啊？有方舉個例子。就係俾嗰啲國家自己去定奪咯。193個國家，你話要聽取國家意，去聽取國際意見噶嘛？咁所以有方今日都知道要聽取唔同國家意見。咁究竟點解要俾否決權俾大國？點解唔一開始就聽取曬所有國家嘅意見先咧？因為佢哋承擔唔到後果啊嘛。咁而家大國有更加多資源，咁佢哋咪可以去有更加多嘅權力咯。係啦，咁所以有方又講到啦，有權有勢，所以有否決權。咁今日當我哋見到日本、德國都有權有勢嘅時候，要唔要俾埋否決權佢哋啊？嗱，首先第一，有方同我講嘅嘢咧，我原來咧係真係有商議過，要唔要增加呢個常任理事國嘅職位。而第二啦，今日方同學話付出更加多，但如果我方見到咧，原來佢哋今日但有方舉嘅例子係咩？會費，但會費係根據每個國家嘅地理佢個人口水平同埋經濟嗰啲能力去決定㗎啦，而唔係而今日咧聯合國兩個總收入咧，第一就係嗰個自願會費啦，第二就係自願收費，而自願收費咧都係呢五個國家係排頭五去俾得最多嘅時候，我想問啲小國係要幾多個小國先填補到一個大國嘅所付出嘅資源咧？所以想問你啦，有方同學，今日佢如果要買一個理事國嘅職位翻嚟，佢要付出幾多錢先買到啊？唔係買一個職位翻嚟啊，而係透過佢哋共同討論去俾唔俾呢個國家去增要唔要去增加入呢個常任理事國職位啊嘛。咁所以想問有方嘅係，有方一時又話因為佢哋有權勢，所以俾否決佢哋；一時咧又同方講，因為佢哋二戰贏咗，所以俾否決佢哋。究竟有方行為嘅準則係邊度？係一開始二戰贏咗，所以佢哋想要否決權嘅時候。聯合國俾咗佢哋咯，咁所以想要就可以有，咁個個人都想要否決，咁係個個國家都有否決。咁佢哋有實力、有資源，唔通咁樣有方同學，你覺得要俾啲否決權咩國家先啊？咁所以有實力有實力嘅話，咁我想要否決權係咪就可以有？所以取消否決只會令國家冇渠道進行溝通，令溝通困難，阻礙聯合國運作。咁有方同學，你夾硬要開多個大會，令到先咁樣先可以聽到191個國家嘅意見嘅時候。想問你咁樣有冇妨礙到佢嘅時間嘅運流程啊？冇啊！我方想問下佢所有嘢都係十日入面搞掂，但原來咧你討論曬你193個國家，慢慢每一個去發表自己贊成嘅定係否決。多謝各位。咁所以咁重要。
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時間準備，而家開始。国际局势动荡，抑或是和平？
然而時移世易，世界已經不是當初那麼動盪，各國更加願意坐下一起傾、一起合作，所以注重公平、權力制衡就變得更加重要。不論大國定是小國，任何一邊得到更加大的權力都會令世界傾側，同時五常過大的權力備受質疑，他們濫用否決權，憑一己之力推翻大部分國家都同意的議案，令國際社會很多事情上面都難以進步和一起實踐，最終令到大家沒辦法一起進步。所以縱觀全場比賽呢，不難發現友方犯下以下的謬誤。第一呢，友方立場明顯退了。友方一開場跟我方說什麼呢，他說就算大國用了否決權，小國不滿意，那我們再開個會再作出合理解釋就可以了。但全場都沒有解釋過究竟什麼叫做合理解釋呢，當友方連自己所提出的方案細節都交代不到、解釋不到的時候，和紙上談兵毫無分別。我方公辯的時候問你什麼 叫合理解釋，友方又交不出，到自由辯論了，交了一個不合的例子給你，友方都是交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的。所以我方就不明白了，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聽完，所以我方就不明白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聽完190多個國家的意見，反而要聽了大國先，然後如果不滿意再開會。還有友方究竟為什麼覺得不同國家所投出來的結果不合理呢，反而是少數國家所覺得的意見反而才合理。反攻我方的方案是明確，取消大國的一票否決權不是解決到問題，不需要再之後開個會，不需要多此一舉作出所謂合理的解釋。再來了，有幫羅方說什麼，他說否決權才可以留住大國，如果沒有了他就會退出的了。其實我方都贊成大國對於聯合國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我方已經說過根本除了否決權之外還有很多誘因令他們留下，但是有方通通都充耳不聞，堅持就說一定要有否決權才可以留下他們。但是其實有方所說的留下大國只是放任他們橫行霸道的借口咯。我方問你究竟德國、日本這些要不要給否決權，有方又說不用的，所以根本就不明有方的立場是什麼了。再者其實有方的立場底下呢，因為要留住大國，所以給他們為所欲為都沒問題的，所以有方就覺得大國最重要，小國就不用理的了。而我方呢義父和自由辯論都問了，究竟是不是為了他們留下他們就可以給他們無限地提升他們的權力，有方就一理回來我方問題。但是我方見到的是，其實不論大國還是小國都應該有同等的勢力，不應該為了留下誰就給他更加大的權力咯。再來的就是有方全球是矛盾的咯，有方一方面就說其實不同國家的意見都是重要的，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190多個國家意見全部都要聽。但是一時又說其實那5個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是領導嘛，因為他們贏了他們誰大誰惡誰正確嘛。所以我方就不明白了，究竟有方覺得大國的意見重要還是小國的意見都重要呢？而且自由辯論更加說其實接近200個國家一起這樣發表意見是太浪費時間了，雖然由15個國家代表著先，但我方就不明白為什麼15個國家可以代表200多個國家呢，為什麼不一開始就200多個國家一起討論一起說一個最滿意的方案呢？最後我們看看究竟理想中的世界應該是怎樣的。在座各位，這個世界應該是人人平等，共同創建一個公平的環境，而不是以勢力去衡量權力，無權無勢的發言權就注定小一點。從來世界都是各國共享共建的，當大部分的國家都想推行的政策、都想通過的議案，只需要五常的一句說話就可以被推翻，世界將毫無公平可言。最後的結果就是所有通過的議案都只對大國有利，小國的權益就被忽略，這樣只要取消否決權，世界才會變得公平，才可以共同進步。多謝各位。先辛苦大家努力咁比賽，咁我想先講我對呢場比賽嘅觀感。咁我場比賽去到後面咧，幾乎已經唔係討論緊條辯題，有少少好 side track 嘅感覺。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就係
大家去到飛機嘅時候咧，會喺討論我哋要唔要俾日本、德國入安理會啦。我哋會討論就係究竟否決權佢建基係戰勝國嘅身份，呢個係其他原因，甚至乎你係咁討論就究竟否決權會唔會有啲係做得啱，做得錯咧？大家討論咗好多啲內容，但係條辯題嘅重心係想大家去討論正方你要講得出冇咗否決權會有啲咩嘅利處，反方你要講得出如果我哋冇咗否決權之後有啲咩問題對成個國際嘅局勢。所以我覺得佢場比賽去到後段咧係有少少出咗嘅 focus 就去咗討論否決權佢本身點解會出現，或者佢應唔應該出現，而多於你哋去討論究竟有定係冇佢嗰個嘅利弊啦。呢個第一個我嘅觀感。第二個我嘅觀感咧就係大家去討論呢場比賽嘅時候咧。我發覺我自己去抄大家講嘅嘢咧係有啲困難，就係我覺得大家喺某啲嘅論點或者戰場咧，好似掂咗幾下，然後就打咗第二樣嘢，即係好零碎。相對嚟講，大家去討論一啲反駁啊或者論點咧，會比較零碎。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常常都有一種咁嘅感覺，就係對面講咗好多嘢啊，然後佢又即係掂樣嘢都講一下，然後又唔係好知自己有冇完全睇一到對方咁。即係我有個咁嘅感覺。咁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對呢場比賽嘅觀感。然後呢我覺得雙方的主線呢都有一個一致的問題，但大家的利處和弊處呢都不太具體和不夠深刻。原因是什麼呢？其實譬如正方的主辯，你們說我們的 point 的 topic sentence 是說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重要的議案，但是通過一些重要的議案背後代表什麼呢？其實你背後是不是想說，其實你可以再深一步，就是你說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重要的議案，那這些議案其實牽涉到什麼呢？我覺得其實你可以舉一些過去的例子，譬如你自己有說一些氣候的變化，你講通過了重要的議案，其實你背後是想進一步想講，就是我們通過了一些重要的議案，我們可以對於整個聯合國職能更加可以履行得到，從而就是聯合國的可能它的宗旨就是全人類發展，或者是整個國際社會有進步。譬如你的方都是想講平衡內部的權力，因為其實進一步你想講想帶出什麼東西，其實可以進一步講，就是其實你想平衡內部權力，其實你想帶出什麼，其實你是不是某程度上你都不想縱容現在那些不信任國家繼續去用這個否決權去維護自己的盟友，而不能夠令到聯合國能夠去即時回應一些區域的衝突，甚至乎可能連一些人道的救援都做不到，甚至乎可能你們有講的一些敘利亞可能要調查一些化武都做不到。那其實進一步去講，其實你們論點背後是可以有再延伸，即是你可以再講多一步，其實背後代表些什麼，其實怎樣去幫助你條主線，就是你怎樣去履行聯合國的職能是什麼呢？同樣地，反方都是一樣的，你們去 point 去講國際的即係嗰五常的嗰個關係同其他國家會受損，個問題就嚟啦。咁佢哋唔合作啦，咁又會導致啲乜嘢咧？其實你又可以講，其實你會拖垮咗成個聯合國嘅職能啦，你會拖垮咗啲國際議程嘅推進啦，係咪？然後咧喺呢個論點咧，我哋有一個純粹係一個個人嘅感覺咧，就係反方你自己開嘅標準咧，係就想講有利聯合國嘅一個長遠發展。咁我會理解做咧，就係你哋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對於成個國際局勢嘅一個影響。但問題就係，反方你嘅論點一係用一個叫做五常嘅國家角度去切入。咁我嘅問題就係，呢五個國家係咪就足以去代表聯合國長遠嘅發展咧？我係一個咁樣嘅疑問嘅。所以反方係應該要進一步帶出，究竟呢五個常任理事國對於成個聯合國嘅長遠發展有啲乜嘢好深刻嘅影響？今日反方嘗試去討論嘅嗰樣嘢就係你嘅論點二，就想講咧大國嘅資源會減少。咁我亦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咁知大國嘅資源減少，其實會點樣影響到聯合國嘅一啲行動咧？其實可能你可以舉一啲例子，譬如過去可能聯合國可能其實應該用翻啲具體例子去問翻對方，我都想個例。譬如反方都話，可能過去呢個維和部隊咧，可能美國出咗50億嘅，我想問如果冇咗美國呢50億，邊個國家肯出嚟自己講嚟俾大家聽？如果冇咗呢50億嘅話，呢個維和嘅行動可唔可以出現咧？同樣地，政府可以講，嗱呢個議案咧，12個國家都通過咗啦，淨係得俄羅斯一票否決。我想問，冇咗俄羅斯呢一票，呢個議案可唔可以通過？可唔可以即時制止衝突？所以呢個大家都可以用你嘅一啲例子咧，就會令到你哋嘅利處或者去攻擊對方嘅時候咧，就會更加之具體。呢個係即係我覺得雙方都有一致嘅問題。然後一個咧就係一個我自己對於反方嘅一個疑問嚟嘅。雖然今日政府係完全冇嘗試去即係 tackle 呢件事情。就係反方有提出過一樣事情，就係我可以去否決你嘅否決權啦。咁反方係嘗試講一個例子，就係話咧，大會咧嘗試非法否決咗俄羅斯非法吞併某一個地方嘅，係啦，反方嘗試講。但我理解咧就係你所講嘅嗰個大會咧係193個會員國自己召開。喺我嘅理解底下咧，其實呢個大會係冇決策力嘅。所以我嘅疑問就係，其實呢個大會如果冇決策力嘅話，
咁其實佢會點樣？佢能唔能夠否決到呢個議案呢？或者其實你自己所交代嘅嗰個改革嘅嗰一個方案底下，其實會唔會就係令到大會有決策力，或者係點樣呢？有啲反方係交代得未夠仔細，所以咧，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正方完全冇嘗試去回應呢件事咧，所以我係唔會特別扣分加分嘅，就想係一個內心嘅疑問嚟嘅啫。好，跟住仲有一點咧，就係我覺得其實今日正反雙方咧都應該將你條主線擴大去講嘅。我覺得今日正方做得唔夠未夠完整嘅係啲乜嘢呢？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你未夠完整咧，就係你唔能夠好完整咁去描繪你自己原因係啲乜。其實你係未講得出究竟取消咗常任理事局嘅嗰個否決權之後，其實呢個世界會變成點樣呢？因為你哋花咗太多嘅時間去討論就係聯合國嘅嗰個否決權究竟要建基啲乜嘢，而多過就係去用一啲具體例子問對方。敍利亞呢個議案咧，可能十一個國家就係通過咗，但然後一票否決，你淨問對方冇咗一票，我哋可唔可以展開對話冇調查？冇咗一票，我哋可唔可以做經濟制裁？冇咗一票，我哋可唔可以做維和部隊軍事行動？如果你覺得呢一票可以做到嘅話，咁咪淨係符合緊聯合國職能，我哋可以即時去制止啲衝突咯。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去刻畫自己願景未夠足夠咯，我自己會覺得。第二樣嘢就係正方做得唔夠足夠啲乜嘢，就係唔能夠完全醜化對方，我覺得個力度未足夠啲。就今日反方有嘗試講一樣嘢嘅，就係其實佢個 point 明顯咧就係用一個五常國家切入，你應該反問翻對方，即係按照你個邏輯，五常咁重要，佢哋嘅關係要維持。我哋邏輯係咪要繼續縱容啲五常國家？係咪俄羅斯親自打烏克蘭？佢作為安全理事局一員，你覺得要繼續縱容俄羅斯咧？咁樣，即係今日正方如果可以嘗試用呢啲問題反問翻對方咧，其實你可以刻畫你自己嘅願景，同埋去描繪對方喺國際政治上嘅一種醜惡，你會能夠信你多啲。咁啊變咗咧，場比賽啲滾勢，我自己覺得係同樣地咧，我覺得反方其實可以嘗試去諗多一步。其實我會覺得你嘅條主線有一樣嘢係可以補充嘅。譬如你所講大國嘅，你可能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嘗試補充嘅嘢就係點解大國會令到佢哋大嗰啲投入嘅軍費會減少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你可以講得出一樣嘢，就係否決權對於一啲國家嚟講係好係去維護佢哋自己利益一個好必要嘅工具，或者係一個好強嘅工具。如果呢個工具失去咗嘅話，呢五個常任理事國佢嘅國際利益受損，佢有機會係直接退出聯合國。我覺得反方係可以嘗試將呢一樣嘢放大嚟講，推演到佢有機會離開聯合國。而事實上咧，美國就曾經退出世衛，雖然佢之後又翻啦，但純粹係一個例子俾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就係你係可以講得出啲大國係真係有機會會退出。而個原因就係啲乜嘢呢？譬如你可以我即係印象中揾啲資料嘅時候咧，係有講過就可能當初成立聯合國嘅時候咧，啲五常係唔想玩嘅，但點樣將你留翻低咧？就係要俾個否決權佢哋啦。好似有啲人咁樣講過，呢個第一個方向，第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就係你要講得出、就是，就係喺成個國際嘅局勢或者國際嘅政治有條線係拉住你點樣去預測國家嘅行動咧？全部都係講緊兩個字，就係國際利益啦。如果你覺得佢離開聯合國嘅利益係大過佢留喺個否決權。嗱喺個安理會冇咗否決權嘅話，其實呢個國家喺利益主導底下係有機會會退出嘅。所以咧，其實如果反方可以將呢條主線放大到佢有機會會退出嘅話，其實你嘅攻擊力相對嚟講亦都更加之強啦。然後更加重要就係，我覺得反方可以再點樣進一步去講大你嘅弊處咧，就係、是、你覺得俄烏戰爭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兩邊都可以講，其實俄烏戰爭正方可以講話。你係咪要縱容啲俄羅斯繼續打，就算自己係安全理事局啦？然後反方其實可以講咧，你自己諗翻一個情況就係、是，嗱而家有否決權啦 ，OK？ 咁無論有咩決議都好，俄羅斯都冇可能同聯合國開仗，所以極其量都係俄羅斯 vs 烏克蘭係一個即係兩個國家嘅衝突。但問題嚟啦，如果反方講得出你今日冇咗否決權，係俄羅斯同成個聯合國一齊打嘅話，當然兩個都係戰爭，避免唔到，但即係。壞與更壞選擇，其實我哋會唔會選擇前者，就係有得俄羅斯同烏克蘭去打咧，而唔係成個聯合國同俄羅斯去打咧？如果反方講得出呢一樣嘢，或者你講得出呢種叫做必要之惡嘅東西，其實我係即係我自己都會接受，因為我覺得國際政治係一個好醜惡嘅東西。其實講咁多道德咧，其實背後包裝住都係兩個字，就係利益咯。所以其實如果你反方可以嘗試放大到呢個更嚴重嘅國際局勢咧，相對嚟講你就更加容易去處理正方所講同你講嗰啲道德啊。成日同你講話對啊，好慘啊嗰啲嘅例子啦，係啦。咁同埋其實正方都可以回應到呢件事咧，就係俄羅斯同成個聯合國打咧，
係有困難嘅，的而且確。咁俄羅斯會唔會敢追？第一啦，第二就係咧用翻你條短就係、是、你係咪要繼續用俄羅斯？過去可能講緊國際聯盟嘅一啲錯誤咧，其實就因為可能佢冇做到一啲好實質嘅軍事行動啦，或者可能經濟制裁或者譴責，而導致咗可能當初二戰就助長咗一啲侵略者嘅企業。咁其實整個嘢可以講下呢啲國際聯盟嘅例子，其實可以進一步去即係食翻粉貨。咁係啦，咁大概咧我嘅評語咧就到呢度，希望大家咧繼續努力。
個理由都係乜嘢，即係點樣為之合理嘅理由？我覺得呢個你要延伸得清楚一點，何為合理咧？點樣判斷合理？嗰個合理係由五常自己覺得啊好啦合理啊，定係大家會覺得合理，定係點樣？嗰個合理嘅嘅判斷係邊度嚟嘅咧？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即係唔認同嘅話，想講下咧，就係咧，我覺得咧，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就係話咧，我哋嘅生活咧，咁啊，係啊，咁然後啊，呢個我想再講誒，另外我覺得幾點咧，亦都要同你講，即係即係都要同你講翻，包括就係、是、其實咧反方主辯咧都問你一個問題，但係你都回應到啦，就係、是、因為你哋會攻擊佢，就係、是、話你哋冇回應到你問題啦，人哋都冇回應到你問題啦。因為反方主辯問咗一題就係點樣平復大國嘅不滿，咁我覺得你哋係冇回應到，咁同樣道理啦，你哋都冇回應到正方主辯問啊其他類似國軍就。呢個原理都冇回到啦，咁同一道理嘅正方你都冇回到呢個問題。咁然後第二樣嘢就係正方要留意就係、是、你哋第二個主持好似都已經講到啦，啱啱我都提過，即係嗰個平衡權力嗰樣嘢要冇回到啦。同埋咧，我因為我個人少喜好，我覺得咧去到結辯嘅環節咧我覺得大家都攰啦，所以不如就即係講啲故事啦，即係可能你可以講翻就係、是、啊，例如而家俄羅斯面對有啲乜嘢啊？咁樣點解你會咁慘啊？即係幾多小朋友點樣點樣，哇！幾多國際人士點樣點樣，你要強調就係因為呢個道理，即係強調呢樣嘢，好過再去攻擊話訴諸佢哋你係矮化對方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反而前場或者一二副就算咯，結辯講下就舒緩下大家情緒好過啦。咁啊，係咯，我就講咁多算啦。大家好。大家好啊！由於冇下一場，我可以慢慢講啦。咁先講真係唔好意思添，因為我再住得比隔離嗰人評判遠多啲，我就住康城嘅，咁所以啱啱一東一西咧就遲咗到咁啊。先同大家講真係唔好意思。咁我坐喺度講啦。先作為籌委會之一嘅，我哋要解釋下出呢條題目，其實我都掙扎咗好多。究竟喺中國打唔打國際關係嘅辯題咧？又或者打呢一類嘅辯題會帶啲咩結果咧？我個人其實對於呢樣嘢有愛有恨嘅，咁點解我咁講呢？係因為其實討論國際關係呢樣嘢咧，喺中學生唔係話大家知識水平或者資料問題，但係大家總係會陷入一啲迷思或者矛盾入邊，因為我哋成日去討論國際關係，或者我對世界和平係有啲願景嘅，有好多概念嘅，包括例如公平啦、公正啦、公義啦、和平啦、協商啦，好多理想。但其實頭先嗰兩位評判都講，我細個學國際關係第一樣嘢就話俾你聽，其實國際關係係冇乜道義可言嘅。咁啊，國際關係係講利益嘅，即係好似大家，即係大家聽落好似好黑暗，其實一啲都唔黑暗。正如你讀 Econ 一開始個老師都會話俾你聽，經濟學嘅假設就係每個人都會利益最大化嘅，每個人都有理性嘅思考嘅。因為國際關係嘅前提就係我哋首先要擺走曬大家對於理想或者係和平，咁我哋要明白其實呢一樣嘢係一啲好實在。或者係一啲好權利嘅爭執咁樣啦，咁所以喺討論嘅過程入邊，難免大家喺辯論嘅算劍入邊都會希望有啲嘢係，或者我哋都難免會覺得有啲嘢理所當然好似係啱嘅。例如你講公平，咁大家梗係諗話公平梗係好啲啦，係咪？你講協商，咁梗係咪協作好啲咧？咁但係我哋要小心嘅就係，但凡呢啲概念本身其實唔重要，點樣實踐，又或者係咪真係做到？先至係更加緊要嘅，咁所以我覺得難嘅地方就係在於如何將我哋嘅對於啲國際關係或者對於世界和平嘅理想，但又打起上嚟，大家又會接受佢點樣將背後嘅權力或者實質嘅嗰種殘酷呈現得嚟，大家又會接受咧。咁我呢一度其實有時國際關係嘅題目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好啦，加多條感覺啦。如果即係我都直接講，我喺辯論比賽入邊會交代我嘅判準或者我今日嘅判決，然後再解釋點解。大家都更加明白。咁我今日咧，我會揀我自己喺呢場比賽入邊，我投選係正方嘅。咁我覺得其實幾明顯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自己投選呢場比賽嘅理由就係雙方佢講嘅內容，第一能否自圓其説，第二就係喺個攻防入邊，到最後喺雙方嘅碰撞或者挑戰入邊成得幾多。咁我先講正方先。正方今日就正符合我頭先嘅覺得嘅越理想同假設嘅。正方今日其實係好理想化。正方是走緊一個很理想化的概念，但係嚴格上佢嘅論點，我覺得有很多值得講得更好的地方。不過喺今日交鋒入邊，其實正方實質上受到的挑戰是很少嘅。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正方今日佢嘗試話俾大家聽就係、是，而家唔合，
其實即係一個否決權造成嘅，就係大國以一票嘅否決權去否決少數不服從多數，咁所以就唔公平啦。咁其實佢背後嘅理想就係覺得，一個更有效或者更好嘅係應該實踐協商嘅執行。咁從而佢認為，如果我哋取消咗否決權，透過協商會帶嚟到兩個好處。咁第一個就係會更加能夠凝聚共識，或者嗰啲討論係可以共識㗎啦，即係例如小國能夠可以更加到即，咁第二就平衡權力啦，例如小國可以更加到參與，避免大國壟斷。嚴格上其實呢兩個理想或者呢個結論，最重要呢場比賽其實正方好大腦㗎呢啲嘢，講真，我反方就諗，其實個關鍵點係應該話俾我聽，或者我期望正方就係點解取消咗否決權之後，就必然能夠帶嚟啲實踐？因為今日正方推論好簡單，佢覺得一個議案，嗱你睇下，因為呢個議案十一個國家支持，假設我將來冇咗否決權，咪必然獲得通過咯。但其實反方可以挑戰類似嘅，點解呢？其實第一，反方可以問正方或者正方去解釋嘅就係、是，今日你覺得否決權嘅存在，其實係因為有咗否決權而導致啲大國佢哋有霸權嘅出現，定其實先有霸權先會有否決權？即假設否決權嘅取消係咪真係會令到將來大家願意協商呢？例如啲小國會唔會依然都係埋堆嘅咧？大國之間係咪依然都會有國力存在嘅咧？如果大國依然有國力存在嘅話，聯合國之間係咪真係好似正方咁講，好理想地個權力就等於平衡咧？又或者其實有啲評判都有建議嘅，例如對方成日強調嘅議案，假設真係獲得通過，係咪就等於和平同公平咗咧？例如對方舉過嘅敍利亞事件入邊，佢覺得例如中國同埋呢一個嘅俄國，因為佢哋同呢一個敍利亞係盟友，所以佢哋就選擇唔譴責啦。大家試諗下，反方可以問正方嘅，我覺得正方要解釋嘅，假設將來有否決權，係咪必然會通過敍利亞嘅呢個議案？通過咗之後，聯同嘅干預係咪真係會達到你所講嘅世界和平呢？所以我個人覺得今日正方停留咗少少嘅感覺，就係好典型嘅。我成日都覺得辯論有結論或者有一啲諗法係好嘅，但係個關鍵其實唔係個結論，而係個推論。點解我做咗呢件事就必然帶嚟你嘅解決？又或者點解做咗呢件事就等於協商多咗，啲小國就等於？其實我呢度係好值得有好多好具體嘅挑戰。咁我覺得可惜今日就係反方冇正面去處理正方嘅因果關係，就係有咗否決權，咪冇咗否決權之後就必然等同於個協商好咗。啲小國就必然能夠有 say 啦。咁因為反方其實好多背後嘅本身嘅內容，例如聯合國實際上俾資源嘅就係啲大國。咁喺將來冇俾資源嘅情況底下，個話語權點解會一樣咧？例如點解啲大國即使冇咗否決權嘅時候，啲小國係咪就等同於佢行出嚟去建議一個議案嘅通過就等於成立咧？甚或乎其實可以睇啲好原則性嘅問題。按照正方呢種共同協商等於正義，因為正方好嘗試同你講啊嘛，喂係咪誰大誰弱誰正確？咁假設即係假設性問題，如果聽日大家聯合國共同通過去攻打烏克蘭嘅，咁喺你眼中呢、這個決定咪必然等於正義先？咁因為喺你嘅概念入邊，正義就必然係大眾決定等於正義噶嘛。喺你眼中小眾就等於會包庇嘅時候，咁按照你嘅邏輯係咪一定係咁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正方需要解釋嘅可以解釋嘅其實好多。咁當然啦，以上嘅都係我自己嘅延伸。咁但係事實上喺今日場上，其實正方呢一種協商等於更好嘅挑戰，其實就唔係真係咁多嘅。咁反而今日我覺得大部分論點就喺反方嘅主線嘅攻防上。反方主線坦白講，我自己覺得打得唔夠統一同埋狠嘅。咁點解咁講咧？我自己覺得反方嘅主線存在住一個幾大嘅矛盾概念。正方有嘗試喺自由辯論中，不過我可惜覺得正方捉得有啲殘變。點解我咁講咧？坦白講，今日呢場辯論比賽入邊，反方要支持嘅否決權，其實好大膽咁講，就係要支持大國主導嘅一種模式嚟嘅。即喺你眼中，你都會覺得由大國主導嘅世界相對會變得公平，或者唔好用公唔公平啦，或者咁講，過去個世界其實就係咁 work 㗎啦。你哋想描述嘅世界，咁而家事實上佢哋俾多啲資源，佢哋由佢哋主導好理所當然。其實喺反方嘅態度入邊，你不能逃避或者你想描繪個世界，必然係由大國主導更好㗎嘛，係咪？因為你都會講，咁你嘅世界入邊都會覺得大國主導唔一定衰，亦都可以保護小國。OK， 問題嚟啦，如果你相信大國嘅世界更好，咁最大嘅矛盾點嘅就係、是？
反方一開始建議或者佢支持，其實我哋已經優化咗個方案。你嘅優化方案背後嘅價值理念同你哋嘅大國主導係存在矛盾嘅。嗱，點解？因為你覺得啲大國有更多資源，佢哋更值得決策，同埋你覺得係衰嘅。即係講衰唔一定係佢哋係衰人，而係啊佢哋希望同小國有唔同嘅權力啊嘛。如果佢同小國共有相同嘅權力嘅話，就會引申你頭先嘅問題。第一，佢哋會唔鋸啦，所以我覺得唔鋸呢一個程度可以更加多演繹嘅。第二，你係覺得由佢哋主導，佢哋會更加決策嘅過程入面會帶動到一啲議案嘅推展，你所謂嘅大國一致論。問題嚟啦，你以俄羅斯嘅例子去講，如果真係大國嘅權力被制衡，會引起佢哋嘅不滿嘅話，咁你支持今日我哋其實都可以交翻俾個大會去決議啊，討論多次啊。咁其實你自己背後個矛盾就係你都同意，其實我正方有嘗試問你嘅，不過都問得唔夠直接，但係咁你都覺得個190幾國家討論更好嘅時候，其實你背後你都相信緊有制衡，其實係比起單一國家話事更好啦。同埋甚至乎佢可以咁問你，如果喺你嘅制衡入邊，按照你的邏輯，大國真的咁衰被制衡的時候，他會選擇有很多反制的權力嘅。咁你口中嗰個大會再一次通過譴責俄羅斯，有冇帶嚟任何你口中的負面結果？又或者有冇造成你嗰啲俄羅斯覺得自己權力已經被制衡所造成的問題咧？顯然意見好似冇。咁所以如果反方今日你的立場是覺得大國主導更好，而同時你又不斷強調，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個機制去制約啲大國噶，兩樣嘢聽落去其實好矛盾。咁我覺得呢一個就會變成你打起上嚟有少少綁手綁腳。咁我覺得正方喺打呢個過程入邊，我都同意你哋打咗好多擦邊球。你哋好即係所謂擦邊球就係你走去問對方，喂咁五強點樣定義啊？點樣定義合唔合理啊？又或者係今日其他國家都係按照有你所講嘅能力嘅話，咁係咪應該加入安理會啊？上任理事國啊？其實我覺得呢通通同呢條辯題嘅核心冇乜關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個核心在於否決權，其實反方可以通通承認係你答你，其實你所問題嗰個答案係條辯題，我可以擴大上任理事國嘅部分㗎。咁但係擴大咗，我加曬印度、日本嗰啲入去，咁仲有冇否決權先？喺佢嘅立場入邊，我可以加曬呢啲國家，都依然個關鍵係好唔好能否決權。咁所以我覺得今日正方同反方其實最需要討論嗰樣嘢就係、是，亦即係我覺得呢條辯題最缺乏嘅就係正面交鋒。真正的正面交鋒，幫我補埋少少反方，所以我覺得反方今日其實很多內容是可以大膽啲去構建的，就是當正方今日嘗試描述佢係咪誰大誰惡誰正確的時候，聽大家很不喜歡聽呢句説話啦。但反方都可以跟正方講，其實國際關係上面的而且確，我不敢講佢正不正確，但是誰大的而且確喺佢嘅主導底下會變得更理想。咁呢個都係你相信的願景嚟噶嘛？你都相信大國主導會更好的時候，咁我就覺得不需要好強調，因為當對方問你個大國係咪好㗎，你諗下你個答案就話唔一定。咁但係當佢唔好，我咪可以制衡佢同制約佢咯。咁其實你諗下，你每一次答呢一樣嘢，與此同時，其實你係削弱緊你相信大國主導更好嘅嗰一樣嘢。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反方今日就變成喺呢一個矛盾入邊，令到你今日成場陷入咗一個泥沼入邊。咁我自己覺得，所以我俾反方嘅建議就係、是，我哋去揀一個立場，其實有時好多辯題，我哋都希望講出嚟嗰樣嘢，好像面面俱圓，但你要記住，我越面面俱圓，越放棄了本身你可以企得很重要的立場。因為尤其在國際關係入面，反方企得一個可以話冇咁理想或者務實啲嘅態度去同你講，其實大國主導在過往的幾十年當中就是相對較平穩。咁大國主導的呢一種發展模式，就係可以避免了很多大國之間的不一致所引發的戰爭。因為你可以直接問翻佢，假設將來好似你的眼中，俄羅斯和中國呢啲國家真係下下都已經被否決啦，即係冇咗否決權啦。咁對中俄嚟講，佢哋被邊緣化，對於世界嘅局勢喺你眼中係好定係好唔好先？可能美國拉攏咗大隻小國啊，咁啲小國多咗四，咁但係有啲大國或者你口中有實力嘅國家被邊緣化嘅世界係好啲定係冇咁好咧？所以我自己覺得呢條辯題有時我哋無法去避免，就係辯論基礎，我期望每條辯題背後有啲真正想交鋒。例如呢條辯題，我會更加期望大家個願景就係正方係描畫一個世界，就係喺呢個現實生活當中，或者喺呢個嘅世界發展趨勢當中，我哋可能漸漸放低嗰啲咩單邊主義或者各國領導嘅寡頭壟斷嘅世界。喺呢個世界當中，由唔同國家協商
點樣可以更加容易實踐到所謂權力嘅平衡？點樣可以透過呢樣嘢構建一個更好嘅世界？相反，反方相信嗰樣嘢可能係一種比較傳統啲嘅概念，就係覺得喺呢個世界入面，我哋覺得所謂小國討論或者所謂協商，其實係一個理想但難以實踐嘅願景。在現實生活入面的而且確，大國有更大的實力和話語權。在他們的領導當中可能不理想，但過往的七十幾年，我們起碼都見到沒有世界大戰的發生，就是主要是實力的平衡。所以我們相信這種實力的平衡是由否決權某程度上去維繫的。而這個維繫更加值得我們、其實是雖然沒有那麼理想，但它是更加務實的。那可能我會想聽多些這一種可能願景式或者是協商式的政治，和這一種可能現實一點的政治，到底兩者碰撞底下，哪一樣嘢更加相信，或者令我更加相信這個似乎是切合未來聯合國發展，又或者未來世界政治發展的願景呢？我覺得如果雙方即可以有一個更堅定或者更清晰的立場，而多一點做這些對碰呢，會令到辯論比賽呢，大家去打辯論其實更加是想做這些思考的。但是變成今天即也都可以直接多一點，即我經常有時期望質詢除了打一些定義上的東西，可以更加問對方一些立場上的嘢，即係我覺得我期嘅嘗試啦。例如反方可以問正方嘅，正方今日如果你嘅立場係相信協商等於更好係唔係，正方都會答你係。咁我就會問啦。咁所以今日正方嘅關鍵有兩點，就係第一就係你嘅制度真係能夠達成協商，第二就係協商係必然更好。咁我都可以嘗試用頭先嗰啲舉假設性嘅問題問你咁。如果今日協商，聽日要開展世界大戰嘅，咁正方立場入邊係咪一個係好？咁正方都可能要硬性嘅，因為你會相即咁你嘅立場當然不一定硬性啦。我話咁比起單國某一個大國私底下單方面發展嚟得更好啦。咁但係你或者你相信協商，就係協商會避免到世界大戰呢啲局面啦，因為你益嘅平衡。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啲嘅立場上面係會更好嘅，咁會多啲即確立對方嘅立場同思考，然後再由呢一個對方立場思考嘅進路去處理。咁當然係一種方式啦，咁但我都明白嘅。辯論大家有時聽到或者覺得捉一啲臨場上面嘅對方字眼上面嘅不清晰啊，可能更理想嘅。咁但我有時都期望一場辯論比賽可以做到更加深入，或者呢一啲價值嘅碰撞咧會更精彩嘅。咁啊，所以我大致上對於呢一場比賽我自己睇法咁啦。咁雙方嘅同學都需要更多嘅討論嘅建議，都歡迎大家長頭我哋繼續傾。咁我大致上嘅睇法。